处决，我相信呢，日本政府的愤怒呢，全世界都可以理解。但是留下来的这一个活口还有没有存活的机会呢？看这个新闻，拿着汤川遥菜惨遭杀害照片，后藤健二嘴巴紧闭，身体紧绷。这段疑似人质遇害画面公布网路，还能听到后藤念了一段声明，指责日本首相安倍迟迟没有行动。安倍 ，You killed Haruna. You did not take the threat of my captors seriously, and you did not act within the 72 hours. 后藤在影片中声音有些颤抖，不忘对爱妻喊话求救。影片结束前还替伊斯兰国声称赎金可以不要，但必须释放被约旦囚禁的一名女性炸弹犯作为换囚条件。尽管影片真实性有待查证，日本内阁仍召开紧急会议，日本外相官房长官接力言辞谴责杀人暴行，誓言全力救人。首相安倍更是怒不可遏，要求对方立刻放人。あまりあり言葉もありません。このようなテロ行為は今後同断であり許しがたい暴挙です。好，如果呢这个影片都是真的话，那另外一个人质呢，就是已经遭到处决的这个呢，就已经再见了嘛。那还有一个活人，我们就算日本政府他再怎么样的不高兴，他再怎么样谴责，但他又能够做什么呢？这就是要问赖教授为什么？因为呢，这一次提出来条件不是钱可以解决，他要换一个外国人，根本就还不是日本人。那日本政府能够做什么呢？赖教授，目前能够做的可能就是外交了，好，透过美国跟约旦。但是之前安倍晋三犯了几个错误，第一个错误呢，就是他在以色列来谴责伊斯兰国，要求伊斯兰国要释放这两个人。可是你怎么可以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来召开记者会呢？他会不会刚好就出访到那边去？但是你也不能够选择在以色列哦，场地都要看就对了。那第二个呢？他要求约旦来帮忙，这也选错国家啊。因为约旦，你不要忘了，约旦跟伊斯兰国在打仗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有谈到有个约旦的飞行员的飞机被打下来 F-16， 然后他被俘虏。那你一个交战方，你去找一个交战方的约旦去帮你去解救这个解救这个人质，你应该要找的是土耳其，而不应该找的是约旦。所以他犯了这两个错误。第三个，我们就看很明显的知道，就是安倍晋三，美国已经直接奥巴马直接打电话给安倍晋三，你不能给我付钱啊，不能交钱就对了，不能给我付钱啊，所以安倍晋三就不敢付钱，他就真的交不了钱。对，真的交不了钱的话，就被。就真的被处决了。对，被处决了以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照片公布了。可是问题是，伊斯兰国他也改变他过去的潜力。以往他从来没有要求钱。对啊，以往要求钱的都是盖达组织嘛。那伊斯兰国从来没有要求钱，可是他这一次要求2亿赎金，虽然我们把他说成是因为这个安倍晋三给2亿美元给这个在埃及的时候说要去打击这个恐怖主义嘛，打击伊斯兰国，所以他也同等要2亿。但是问题就是，所我们都发现，大部分的分析家里面都认为说，哦，你伊斯兰国的财务状况有问题，出问题了，因为原油价一直下降嘛，所以你的财务状况可能出问题。这个时候对伊斯兰国反而不利了，因为伊斯兰国如果财务出问题的话，那很多人是因为要去拿你的薪水去跟你打仗的，那这样的话对伊斯兰国来讲的话，他等于是反面宣传，所以他就不要钱了，马上改变。哦，你看他改变的速度之快，对啊，对。把这个汤川斩首了以后，就留一个，然后马上就换成不要钱了。对，马上换成不要钱，意思也就是说我财务状况没问题。嗯哼，好，这一方面宣示，但是他要的另外一个东西，他要的这个瑞沙维哈，瑞沙维他这个人哈，这个人就是2005年的时候在约旦安曼所，他跟他先生实施了一个炸弹攻击嘛，那他先生死了，他没有死，好，他没有死后是后来被警察抓到了，抓到了以后，这样的一个人，好。他不是伊斯兰国的，他是盖达组织的。我们强调他是盖达组织，所以他人这么好啊，哈，他们要去救一个哈，这不是同一个组织的人就是了哈。好，那你想想看，那伊斯兰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为什么呢？好，你不要忘了，在法国前段时间不是发生这个《查理周刊》被杀的事件吗？是盖达组织去杀，对不对？哈。但是呢，当时的伊斯兰国的另外一个声援者去攻击犹太人的超级市场，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分析说，哎。情况有变，也就是说，
本来这个伊斯兰国是被盖达组织驱逐出去的嘛，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的细胞彼此之间有进行协同作战的情况了，现在伊斯兰国本身要求日本要协调约旦去释放这个那个盖达组织的女炸弹客来做交换的话，那是不是形成了变骂机就对了？对，形成了这个盖达组织跟伊斯兰国彼此之间形成了策略性的联盟。很奇怪，那我相信伊斯兰国不可能不知道，你这个条件根本不是日本人可以决定啊，因为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在关在日本啊。对，好，所以对日本来讲的话，他派他的副外交部长。外交部的副部长现在在约旦协调约旦政府，人家也不可能答应啊。约旦政府现在面临一个困难，就是说如果他交换的话，那被打死的、被他的先生炸死的那38条人命，那怎么交代？还有100多位被炸伤的那些人，不可能答应。约旦人怎么交代？好，另外一个，除非怎么样呢？除非伊斯兰国愿意把他的飞行员，约旦的飞行员，要有自己人，就是对，有约旦自己的这个战俘，就一个换两个，这才有可能。但现在没有提到这个条件啊。好，那所以这就要经过斡旋跟谈判。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因为约旦现在也承受一个很大的财务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巴勒斯坦的难民的问题，难民的收容问题。所以日本，例如说，要不就是提供给更多的难民收容的这个经费，然后要不就是请美国进来帮忙。然后约旦最后也能够安抚他国内的人民，然后最后他们同意交换，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难度实在太高了。那这样这个另外一个人质不是也等于还命在旦夕吗？好，那我觉得他的被处决的几率很大，但是如果这个剑二被处决了以后，那对日本跟他的同盟国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一些变化。